讲到疫苗，这个注疫苗注射了，敢真正对着这个变化多端的这个新冠病毒有帮助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昨昏甲昨日公布的个案内面，拢是有时阴，有时阳，连指挥官陈时中拢讲，这款情形真正真奇怪，判断讲应该拢是未真久啊，无传染力，所以讲指挥中心嘛，要研究放宽确诊认定的标准。不过即马新冠病毒变种的情形看起来是真恐怖，美国就发现讲新变种的病毒株，唔那有够突然感染性呢，这有抗药性。专家回复讲，就算咱注这款的预防针，嘛未使大意。现在两万那边有最新消息了吗？但目前疫苗的讨论有进度。但是张冠军今日去立法院，原本这礼拜 COVAX 要通知指挥中心预定疫苗的数量，不过煞无下文。但是张25号讲，这两天境外刷入的个案。检验有时阴性，有时阳性，直直变，真奇怪。按算要互把得过病毒的人来台采检阳性的标准，按哪符合条件，就算阳性，慢慢隔离治疗。前提是他一定要在国外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日期，你是可以追踪得到的。那如果这个人以前是一片空白，那这样就不行。感染超过10天嘛，治疗过病毒量增加，或者是干那存病毒的尸体，就算阳性嘛未传染，而且会使减少医疗采检人力的拖制。毕竟未来入境的人当中，捌得过病毒的人一定愈来愈多，因为境外疫情要来传。What this means for us is that if the virus can spread even more easily, the activities we thought were relatively safe are now higher risk. 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专家发现，美国出现新的变异株，蛋白变异可能相关人体免疫，也影响疫苗的效力，各有关的传染力。占纽约病例数12%，病毒权威侯大伊博士讲，必须密切关注，将会变作全球强势病毒株。这些变异株呢，都开始在逃离抗体的掌握，逃脱效果比较完整的呢，还是在南非那一只病毒株了。专家讲要注意各国的变异病毒，因为疫苗的效力拢有可能互影响。大部分的厂商嘛，拢因为安尼状况继续研发新款的疫苗，所以就算注疫苗嘛，未使来放松。